玩音乐看不起。半个小时以后，我希望听到华尔街进行曲响起。Turn key， 你不懂科学，滚吧，地下穷小子。外太空的莫扎特是由黄渤、龙泽山等主演的喜剧片，这是继《唐人街探案》系列电影后陈思诚开启的全新作品，在搞笑的元素上融入奇幻的元素，加上有许多演技派明星加入，让人想不看都难。剧中黄渤饰演的任大旺与龙泽山饰演的任小天是一对欢家父子，望子成龙的任大旺将年轻时的音乐梦强加在儿子身上，认为只要玩高雅的音乐就能成为朗朗那样的大人物，于是整日强迫任小天练琴。任小天虽然不喜欢，却也不敢忤逆父亲。直到外星人莫扎特的出现，任小天的生活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莫扎特是任小天弟弟送给他的礼物。等任小天在练琴时，莫扎特突然动了，在任小天面前做搞怪的表情，把任小天吓坏了。任大旺听见房里有动静，赶紧推门查看。任小天赶紧和父亲告状，任大旺却认为这是儿子不想练琴的借口。于是，在第二次进入房间后，任大旺干脆配合任小天演戏，拎起莫扎特就是一顿大揍。揍完还让任小天喊救护车，看着黄渤认真的表情，瞬间承包全天下点，简直是本色出演。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评论留言。